你们是不是快被9.9搞破产了？今天这个熔岩三角酥啊，不要你9.9，也不要你7.9，甚至连4块钱都不要了，到手的是足足70根啊！哇塞，200根更加划算了，这一盘啊根本放不下，装了我足足2大盘啊！关键是到手200根哎，这一天吃一根都能吃大半年了。可不要以为便宜就没有好货啊，它这外面是一层酥酥脆脆的米果，里面是纯可可的巧克力夹心，又酥又香的，微苦微甜，一点都不腻。一根接一根啊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太过瘾了，而且它是没有反式脂肪酸的啊，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啊。关键是今天不到4块钱啊，到手足足70根，太划算了。如果你们刷到还有货的话，就赶紧去薅啊，厂家也说了库存不多。